敦煌研究院五号披露了敦煌石窟内一批涉及猴形象的大量精美壁画和塑像，其中最古老的要数距今1400多年西魏时期的猴子形象，而唐僧取经壁画也比吴承恩所著《西游记》早200年。敦煌石窟历史久远，题材甚广，猴子的形象屡屡见诸于壁画、文献、塑像。